他们家是肚子饿了，在等母鸟回来喂了。哇，这是好草。三只在一起呢，三家，哎，现在画面就是三只在一起了。有它左边那个山头有一只草堆那里，这哎、欸，我也想这三只应该就是。对啊，在家里等吃饭啊。对啊，等下母鸟，太太叫母鸟。回来了，没有带东西，没有带东西啊？对，脚没有东西嘛？对啊，悬在那里。他可能在找食物吧？妈妈回来了，妈妈还是妈妈回来了。